月开始，只要能上网就能看超市。即日起，超市强打优质节目，不论任何时间、任何地方，通通让你不错过。立刻上雅虎奇摩搜寻爱健康，雅虎奇摩名人娱乐夯影音，超市精彩节目一次看个够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东西哦。不是，用煎的。冬瓜首先用煎的，你不要整个拿下来水煮。没有过，没有过哈。好，没吃过哎。再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直接呢，我们香油再把它摆进来哈，用香油，香油煮，对，用香油。再来呢，我们冬瓜整个把它摆进来。哎，你这都是汤菜吗？对，没有嘞，不是哦，不是，微冬瓜的感觉，微冬瓜的感觉哈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冬瓜煎出来呢，它也，你们在夜市有没有吃过冬瓜茶？有啊，他现场有在炒冬瓜茶，做冬瓜茶的呢？没有，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，没有，应该不远。好，冬瓜茶的那个甜味跟香味有没有闻过？有、哦，等一下，冬瓜煎出来就像那个香味，真的假的？把那第一个香味把它提出来以后呢，这冬瓜不好吃吗？绝对好吃到底。对，等一下把它煎成有点恰胖啊，恰胖。有了，需要大概五分钟的时间，五分钟，好不好？我们慢慢煎，没有，正反面大概五分钟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快哦。好，我们就煎五分钟，忙回来。很快的五分钟了哈，对，你看它整片，你看它煎得像豆腐一样，对，我也觉得像豆腐。然后这个呢，还有那个香味，各位闻看，不要太闻到，闻到好香，有没有？好像在煎年糕。而且我最难抵挡那种，就是煎成那个焦焦的，恰饭恰饭。然后米片，你看整个在呢，我们现在直接呢就把虾仁再夹进来，进来下去呢用半煎的方式有没有？对，来炒它。所以虾子很快就是对，因为虾仁的话，你假如说整个用水下去焖的话，你没有把它弄香的话，它的虾子不香，它是腥味蛮重的。所以这个虾子也不用特别开背啊，不用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再煨，你不要去开背它。哦，好，那现在我们就直接呢加葱进来，还有姜丝，对。然后再把它爆香一下，哇，看起来超赞的，它香味特别的，通常包这是哪里的菜？实在有健康的菜，哎，对，没有错。好，那现在葱的香味、姜的香味再出来以后呢，在我们的化锅剂、酒剂，就把它倒进来。这有点像蒸的感觉，味道是什么？哎，再来用水。如果我家里面没有化锅剂的话，我可以用什么？要去买一个化锅剂，好啊，好麻烦。不加也没有关系啦，不加也可以，看你要什么味道。在泡泡剂下去的话，哈，有一个香味，它的甘甜啊，甘甜那种感觉。你可以用那个腌冬瓜也可以的。对，再来呢，酱油给它进来一点，哦，再来米酒，对，再来我们再加一点点的糖哈，糖也要，对，糖一点点进来哈。哎，你刚刚有放盐吗？盐巴没有放，我们一点点进来就好。酱油泡泡剂就咸了，对啊。对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直接呢就这样子，我们就给它这样再稍微煨一下，有没有简单？简单，很简单。但等一下吃起来那个味道更不一样哦。而且超赞的，这样刮下来我真的第一次看到。对呀。然后翻冬瓜，我们要煮汤稍微多一点。对啊。这样子方式不是好。或是可是又会用蛤蜊，也是煮成水水的。对对对对。那这样的方式好不好吃呢？我们马上上桌试试。来来试试看这个。冬瓜，对，好香，它在削水肿。试试看，试试看你的冬瓜怎么样？我没有吃过冬瓜皮耶。对啊，试试看。哦，好吃哎。真的有一种这样一个冬瓜糖的味道。对，脆脆的。但是它皮是脆的。有趣。它最主要是这样子的烹调方式可以利尿，然后消水肿。哦，而且不难啊，说真的，只要稍微煎一煎。那你现在是用虾仁，你如果家里面有虾，你可以放中卷啊，你可以放什么？对，别的食材的鱼肉也可以放嘛，对不对？那只要把时间控制得宜。冬瓜好吃，赶快吃。冬瓜好吃哦，光顾着吃，你们没有想说要赶快吃？谢谢郭师傅嘛。谢谢郭师傅。好了，消水肿食材是很多的，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韭菜，马上进行下一阶段。第一题。
吃韭菜可以消除水肿，但生理期的女生应该避免食用。对我所请讲的，小乔请作答。又是我，有错，恭喜你答对了耶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第二题，韭黄水分含量比韭菜多，所以更能消除水肿。对我所请讲的，小乔请作答。我。你干脆每题都答好不好？都给你答。错，恭喜你答对了。耶！你蒙的吧？还有机会啊！韭菜带有特殊的味道，辛辣味越重越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水分。对我所请讲的，小乔请作答。对，爱不赢他，恭喜你答错啦。很明显，他只开窍了两题而已，好不好？再来第四题。好，第四题可以答的啊！加油，美玲、郑丽杰。有宿便的人吃韭菜容易造成便秘情况加重，应该减少食用。对我所请讲的，郑丽杰，请作答。我真的觉得他歪掉。恭喜你答错了。怎么会是错的？最后一题喽，加油！饮酒后食用韭菜可以消除因为喝酒造成的水肿，顺便解酒。对我所请讲的，曾丽姐请作答。美玲，我回家了啦，我都按不到，生气耶！恭喜你答错了。为什么都答错？我们先来请潘老师讲一下韭菜的营养到底怎么回事，好不好？对，韭菜呢，你吃它的时候，它有一点那种好像辛辛辣辣的味道。对啊，就是其实它跟大蒜有点类似，是一些含硫的化合物。对，那这些含硫的化合物呢，吃下去之后，它确实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哎，哦，让你觉得哎身上会发热，会流汗。对，对，那因为你那个血液循环好的话呢，那么水肿的情况就会降低。是，对对对。韭黄、韭菜和韭菜花，蟹蔬同门，究竟谁的营养比较多嘞？就营养素来说的话，韭菜就比韭黄稍微好一点点。对啊，因为你照了阳光以后哦，那个它就会产生非常多的叶绿素。如果没有照到阳光的话呢，它叶绿素就比较少，不过但它相对的叶黄素可能多一点。基本上都是好的啦。对啦，你讲的对啦，这三个就只是看你喜欢吃什么，没有说这三个一定要选哪一个啊。对对，你讲的真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三根都给你的原因。谢谢谢谢。